重慶可以說是吳冠中很重要的地方，他亦都形容為他的第二故鄉。他多次入嚟翻呢個地方嗰度寫生，尤其中意咧，佢沿住嘉陵江畔同埋長江流邊咧依山而建嘅嗰種山體效果，非常之具建築感嘅美感。咁所以咧，佢多次寫，咁但係見到佢多幅嘅作品入邊，其實都係以方形嘅體制為多，以橫幅全景式嘅其實非常之少。咁如果我哋睇身後呢一幅咧，可以話係當時極少數以全景式所寫。